小鸡灯今年的主灯，小鸡灯哦，在这里。哇，这里就已经够挤了，还把主灯放在这里，这样捷运站根本下不去哦，太多人啦。上面还有一个表演，那个魔术方块。大家都坐在这里看表演。想办法慢慢走进去捷运站，啊，西门町。还有一颗鸡蛋眼睛跑出来，哦，那个主灯在那里。那个叫什么？